回事？安然，这怎么回事？到底谁干的？叔叔，出什么事了？张师傅在武钢集团工作40年，现在提前内退，工资可能只有现在的60%。他坦言，这是冶金行业的冬天，无法改。你有什么脸看电视？你才考第2名，你看什么电视？没考第1还跟你老急？急什么你？你才吃几年的鲜盐，没教养。那也是你生的，还敢跟我顶嘴？想离开这儿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被发现怎么办？不会的。但是之后……我知道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不就很开心吗？这样就够了。我一定要考出去，考出去就能离开这儿。叔叔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老子我以前还是个先进。